你现在表演稍微跳一下，就是照以前的方式，但不要太激烈。我们来观察一下会怎么样。就是我不是脚好痛，我超级痛。沉睡前一直按摩，我不行啊，怎么办啊？啊，一直按两边这样。对，我再封印一阵子哦。对，明年才会看到我跳起来。对不起。对，其实说现在这样也不错。他说明年快乐。快啊！唱什么唱？哇，我知道啊。对，今年快结束了。好快啊！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啊？啊，好，明年快再继续，快再继续。抢麦。真的假的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主持人今天穿搭，个人非常的机赏，很可爱。所以 我这三个月都在积极的清周边，所以这次都没有出新周边，原因就是会积极清周边这样。然后我最近在整理的时候，发现整理出这么厚一叠各个不同厂的海报，我在想要怎么处理这个。有人要批，就我开始拍卖。我知道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要了解轻松。当然好啊！赞啊！酒呢？没有，请继续说。没有，不要拿月米的酒。啊，请继续。我想说，就是问一下小乐，新婚两周有什么开心的事吗？这两周就我们俩就双双中标，所以我们俩就吃东西。失去味觉与嗅觉，并没有非常的可惜。但好处是我们现在就是疫苗本人，我们十二月去度蜜月的时候就完全 safe 了。啊，对，真的。对，我们十二月只目前只有一场表演，就是因为度蜜月。全部的创作，他写的词，一定都是跟自己本身是有关联，或是他的朋友，或是他爱的人，或者是他想说的话。所以，唯心之论这件事情是不存在于他的身上，他的作品，他的创作。这是我很欣赏他的一点。虽然他歌词写词常会求救一下，对，他常常写词会求救，找我们求救这样子。爪文山。对，我们有爪文山，我们私下都说爪文山。
转完三秒接话，没有，你靠近你那边很近，我想说你要接话，我想说大家都知道说。没有人知道你是爪文山啊，大家现在才知道。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都不 talking。你也 talking 啊，但不是在彼此。我操，就很逊啊。那上次可以爆料一下，那上次之前他那个高塔在演的时候，在小地方，然后我们一群人就走去看爪啊，就爪了另外一个乐团，然后当时在小地方表演，我们一群人就走去看。然后我当下还在台下喊说我是高塔铁粉，然后楚碧还说哦有铁粉的，那个是我，他到底有什么好开心的？然后总之我当时很期待说找他 talking 了，找他 talking 了，这样就真的讲完了，对不起，不要记得林庭欢在台下说先唱歌啦，不要再讲了，超好笑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，反正也有。对，所以大家一定可以发现自己的优点跟缺点，对，也拥抱自己的缺点，不一定要，对，觉得缺点是一件坏事，也不怎么样啊。有优点，看这个优点，爪文山。那爪有的优点是他非常节俭。哈？这点是优点吗？这是优点。是。因为我就不是这种。对。我不是到连乐迷都会说，哎，你想今天动手收吗？不要再买了。对，要不然我们现在可以闲聊，对不起，我们在互抱彼此，揭彼此的疮疤这样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很好，很棒。但还有一个优点，身高153，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身高，我觉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认识头不会流汗，153，而且他头不会流汗，他刘海是永远可以 perfect。没有，十个小秘密，好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其中一个抓刘海不会流汗。当你以后看到他演出完刘海有一点那个稍微湿的时候，代表今天场表演真的很热。所以要常常表演完讲什么？可不可以不要每次演完都像洗完澡？好像是类似的。对，他说都几月？近期的三期都有小秘密，对，不要生气。啊，对不起，请继续，一直打断。不要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你笑太爽。毕业老师，忍住，毕业老师，哎，对啊，我发现剩十分钟了，时间过好快。我们来开放 Q&A， 可以拿到我的歌单。有人要问问题吗？